好，那我们在做双打接发球的时候，我们的动作是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然后我们的手高举过头。那我们通常我们一般的站位，我们都会站在我们的，这是职业选手，我们都会站在我们第一条发球线的位置。但是我们的初学者不必站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后退两步，大概这个位置，因为我们这样不会怕对手发长球，我们在前场也可以抢到高点去做出手的动作。好，那我们在做双打接发球站位的时候，我们不需要像职业选手一样站在最前面的发球线做接发球的动作，我们可以后退两步，我们这样子可以照顾到前面的范围，也可以让对手不敢发我们的后场，就算发了后场，我们也可以做最快速的回击。让我们因为双打的前场是最重要的，我们需要抢高抢快，让我们的球迅速下网，让我们的搭档可以做攻击的动作，